2002年，韩日世界杯，中国队从亚洲突围，时隔44年，终于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。虽然成绩在意料之中，但是表现不缺亮点。还有，杨晨，啊，给李伟峰这个球啊，给的靠后，稍微偏了一点。吴通传到中间，哎呦，射门！哎呀，杨晨啊，这一脚急了一点。15年之后的今天，中国队又一次来到了世界杯的门外，一脚踏进了12强赛。第二脚该落在哪儿？我们还需理智的等待。现在国家队正在比赛的昆明拓东体育场，正是2001年中国队开始征战韩世界杯的起点。2001年5月13号，中国队在这里迎来了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对手印度尼西亚队。这场比赛，球迷们看到了处在巅峰时期、场上表现又让人感动的杨晨。啊，他一顶起来，我就重心就没了，就直接撞那个柱子上。撞柱子上呢，当时这胳膊就感觉就有点就木了，一看又大夫说裂了，说赶紧给他压一下，就拿那个我忘了是拿什么东西在这儿加个压，然后隔着衣服给绑一下。就是米卢说能坚持吗？我说应该问题不大。范志毅，左边路，打徐云龙这一侧，8号李铁。边路传中，头球过门，好球！中国队进了。20号杨晨在比赛进行到17分钟的时候，是右侧传中。20号杨晨漂亮的侧身一跃冲顶成功。齐红跳起争第一顶，我就在他后头，就等他。没顶着之后，我去冲这第二顶，又搓了一下。但是这个挺有意思，反正足球场上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就习惯了也这种伤啊什么的。对，因为在德国，像这两个眉骨都开过，都缝过8针10针都缝过，鼻梁子也断过。反正他现在好像有点歪，是吧？应该是这个，反正足球场上经常会出现，尤其前锋。这是中国足球甲级联赛2016赛季的一场比赛，来自广东的梅州客家队上挑战北京北控队。杨晨现在担任着北京北控队的领队一职，在外闯荡16年，2015年终于回到北京，以另一种身份开始了新的起点。中甲比赛自然没有国字号中超这个级别的赛事有吸引力，特别是这两年大量的高水平外援进入中国联赛，球市火爆。紧跟着各级赛事俱乐部的投入不断的水涨船高，尽管观众不多，但场面不差。我深信啊，我们一定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，一定能够保级成功，拼搏到最后，放开打，好吧，亮子们。在中甲的另一个主场青岛，大连一方对阵青岛中能。青岛队中的主教练正是当年杨晨在国家队的队友，同样是前锋出身的苏茂贞。青岛中能原本是2002年足协杯的冠军，2013年降入甲级，如今球队在中甲也似乎没有了重返顶级联赛的动力，25年过后排名倒数第二。对阵大连一方，只能取胜才有希望。加油加油！哎，到边上去，给小松子，哎，下去了这儿。后点都没人了，这球啊！我操你，全都是拿了球就慢慢腾腾的喘气的喘气。能够克服困难，能够最终能够为青岛这个城市啊，让青岛中能队能够留在中甲这个联赛当中来。至于说结果呢，我相信老天爷还是垂青那些努力工作的人。还得 try to go behind. Yeah. They are slow and up. So try to behind, but don't offside. Okay. Yeah. Yes. Yes.
上半场结束，青岛中能1-0领先，整个球队满怀希望。北京北控队2-1拿下了梅州客家队。目前北控队成绩处在联赛中游，对于一直在中超工作的杨晨来说，来到中甲和球队一起完成冲超的目标自是方向。非常好。中甲16支队伍竞争2个晋级名额，而且比赛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难打。你技术不如人可以，但你不拼不行。就每一场比赛其实就是两个队的战争，球迷之间包括球队之间，其实就是一场比赛，就是一场战争，要分出胜负。梅州客家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冲超热门球队天津权健，如果权健队拿下这场比赛，可确保冲超。打到门前，哎呀，可惜可惜可惜，自己的队友两个人抢在一起了啊。啊！禁区里，中国队又摔倒了一个，是李伟峰。李伟峰，李伟峰现在担任着权健俱乐部副总经理一职，主要负责协调保障球队一线队的训练和比赛。这个健身是一个坚持，就跟人呐、做，跟人做事是一样，是自己在这健身是最苦、最痛苦、寂寞的。是你要能够把这个。跑完，在这里耗完，其实你什么事儿都能做。在去年退役的那一段，我特别纠结，我这个就是纠结在哪里呢？我就自己反反复复问了我一个问题：我是想成为一个中国足球的传奇呢，我还是想在现在我马上去转型呢？就为这个问题我纠结，因为我的这个身体，我到现在我的感觉我还能踢。但是呢，让我退役了，我就觉得特别可惜。但是我在想，我说我要踢到40，那又何妨呢？你不还得要需要重新开始吗？所以在那个节点上，我特别纠结。球队的青训和后备人才引进的工作，在哪支球队都是长久发展的根本。而转型之初的第一年，这份工作让李伟峰有些紧张。说这个赛季，这个伟峰找了7个球员很成功，其实都是错误的。其实我做的是我自己应该做的事儿。这不是说你自己很谦虚，根本不是。因为你想吧，就说这个集团也好，能够把你找到这个岗位上来，就是用你的专业的眼光和视角来去做好你的工作。冲超的关键一战，整个天津都在关注着。从巴西主帅卢森伯格到意大利新帅卡纳瓦罗，这个赛季权健队也是经历了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过程。卡帅带领球队的一波6连胜，才让球队又回到了冲超的行列。你们看到了，在这个赛季，所有这个中国这个球员转会身价太高了，因为他本来值80。可是，一开价400，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就会犹豫。董事长当时给我的回答就是说：“你不要跟我汇报了，伟峰，你定就好了。”那我可以就是毫不夸张的讲，在这个赛季当中，从我手上就是签字费都过亿呀、那我也害怕，因为你要知道你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。就有时候你对他们的那种爱，包括对他们那种这个担心，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吗？
就当你去引进这个球员的时候，在场上你觉得他没有踢好，你觉得他犯错误的时候，你在旁边看球就想，这球千万不要到他那，他射门一定要射进，你就是一种这种感觉。但是你根本就不能去说，你得要强压着自己，因为你所负的责任是确实很大。其实对我来讲，踢球上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我觉得这就像我孩子一样，从头看到长大的。苏茂贞是山东足球的一面旗帜，从鲁能到青岛，他从未离开过山东，家乡球队的起落他最有体会。看到我们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中超、中甲的比赛当中，啊，对青少年的这种投资多不够，应该把这个体系，足球发展的这个体系能够建立起来。米卢，中国足球的老朋友，现在每次中国队冲击世界杯的比赛，他都会来到中国观看。对于当年是如何打造那届国家队阵容的，十五年过去了，老米现在还能记得很清楚。Por ejemplo, teníamos tres jugadores más, menos de 20 años. Allí due chilo. O sea, todo fue casi perfecto, aunque perfección no existe. 2001年，冲击韩日世界杯小组赛第一阶段的比赛过后，国家队重新在昆明集结，备战第二阶段十强赛的比赛。此前国家队的表现让中国足协和球迷们给予了他们更多的信任。尽管质疑声仍然不断，但米卢带领的球队给外界展示的精神面貌越来越好。Hemos tenido un equipo bien equilibrado, bueno, con un espíritu extraordinario. El espíritu del equipo que es más importante, y eso a mí me orgullece, o sea.哎，裂缝。你好，你好。How are you, my friend? Very well, very well, very well. I think you was in Luxembourg. 其实，在我进这个国家队的时候，其实我挺难的。到难在哪？因为我要翻好几座大山，我才能够站稳这个主力的位置。因为你知道。我的这个第一座大山，我的前辈小范，他是当年的这个亚洲最好的中卫，亚洲这个足球先生。完了，翻座第二座大山，这个张恩华，他是我们这个甲 A 联赛的这个足球先生。那我要想了，这两个大山，我到底能把谁撼动啊？我要去拼这个位置。我们球队每堂训练课，从我进队到我到这个老米走，我就从来没停过，从头一直练到尾。李伟峰是1992年中国足协组建并派去巴西留学的健力宝青年队的一员。从1999年国奥队的队长到2001年米卢所带的国家队，话少，训练狠，球风刚烈，几年下来屡屡门前得分，喜欢他的球迷叫他大头。2001年9月，在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中，李伟峰首发，并在第85分钟打进一粒头球，不仅帮助球队客场拿回关键的一分，也让当时饱受质疑的米卢松了一口气。倒不是说什么挽救了他，我觉得是他对我非常的信任，而且在场上对我的信心很足够应该。很多媒体会对这个张恩华会帮他打一些这个抱不平，对，那我其实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压力，因为也自己害怕嘛，因为说球队这个主帅用你，假如万一你没有踢好怎么办？其实我也是面对很大的压力，就很怪，因为我是很小就说我家庭很多变故，有的时候我会做梦梦到我爸爸，但是。那天晚上很奇怪，我爸爸给我托梦了，给我托了个梦。这个下意识动作到那里拖了一步，
完了先给我爸爸磕一个头，就这样，就非常就是这个，就这个自然的过去了。No, pero mi suerte, porque desde el primer partido que entró yo sabía cómo entrena, cómo se comportaba, todo super。昨天下午，随着杨晨的归来，国家队的人马已经全部聚集。已经十分在手的中国队，明晚最好的选择似乎就是痛宰巴林球队。在是米卢带的这届国家队呢，确实我不太了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可能队员有些接触过，但是呢，至于他的一些打法以及他的战术意图，我还不太了解，因为一次集训我都没有参加过。但是呢，我也必须通过就是慢慢和他接触。理解他的战术意图，以及跟这些球员怎么能更好的就是说融合在一块儿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在当初进步过，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？杨晨在这么长时间以后，他终于进球了。谢辉在这个也打了比赛。好球！这球好球！哎呀！当年国安的锋线人才济济，高峰、高洪波、谢峰，加上冈博斯、卡西亚诺、安德雷斯，常坐板凳的杨晨只能远走德甲。在德甲的第一个赛季，杨晨出场23次，进8球，是队内的第一射手，保级的最大功臣。搞德甲是分越低越好。给你打的分高的时候，你就哎呦，觉得我肯定这场球我哪方面做的有很多问题，哎，我下一周的训练我要去努力解决，我的注意力全都放在这上了。当我跟国内的这些球员在一起踢球的时候，我的自信心有些阶段是完全是可以算是爆棚那种，因为我觉得，哎呦，我真是感觉我自己挺强大的，就说这种自信心是这种提高提升上来的。网络对方后卫突然一脚远射，左脚射门，传进来有了，哎呀，打到了横梁上。好，2002年6月，中国队在等待了44年后，终于闯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。虽然没有进球，但中国队的表现也有亮点。传中，漂亮，好的，哎呀，打在了门柱上，杨晨啊，哎呀，打到门前，哎呀，可惜，自己的队友两个人抢在一起了啊，两个中国队员，郝海东和李伟峰。我对他们几个小孩的这种爱是满满的，因为你知道，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最难熬的阶段是在哪？是第一个月到第九个月，各种声音在质疑你，各种人天天在外边说你什么。当他们这个几个小孩都很好的时候，我在那一刻我全放下了。你回来，这些东西都到位了，包括足球安装那个。下半场，大连一方扳平了比分。拿不下比赛，青岛中能保级无望。啊！我在这儿，然后呢，我告诫大家啊，能不能一切的责任我来负？啊！我希望我们把头抬起来，啊，把头抬起来，高昂的头走出体育场，啊，好好的回家休啊，恢复休息。